全网都在找的产科公认恢复时间表，建议收藏。产后第一周腹式呼吸帮助子宫归位，产后2到6周盆底肌修复，改善松弛漏尿，预防子宫脱垂。产后7到9周骨盆修复，闭合耻骨联合，改善胯宽。产后3到6个月修复腹直肌分离，缓解腰疼和便秘，减掉大肚腩。